属下保护太卜卿不利，让太卜卿受惊了，请太卜卿恕罪。太卜卿，属下已被捕了软教，我们可以马上赶回长安城去。走！见到太卜卿还不下跪，要杀要剐任凭处置，就像我跟这狗贼下跪。大胆！放肆！什么时候变成你自作主张了？太卜卿，请动神走。 李副官，你干脆一刀杀了我，何必施什么阴谋诡计？把他抓回来！是。 巴扎克，快追！是，不准伤了他。